要太土。充电手，威领的这个充电是可以拆卸了，然后另外一款不还有个平顶的吗？平顶的不能拆卸，这个是可以拆卸了，它里面有个洞。但你要拆它干嘛呢？你洗的时候不就一起洗了吗？拆它干嘛？打，我们俩都互相都有过，他也打过我，我也打过他，真话，哪有夫妻不吵架不打架的？反正我俩吵过，但是我们俩很久没有吵架和打架。我觉得不跑呀，就最多洗的时候，因为我放在洗衣机里面搅，他最多把你胸垫搅反过来，你把翻正了就行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我放在洗衣机里面搅，你们手洗的话不会。夫妻两个在一起时间久，肯定有吵有闹，很正常。反正我们俩也吵过架，也打过架，也闹过的。现在还好，这几年还好。刚结婚第一年有点那个，后面这几年都没怎么吵过架。我们俩好久都不吵，很久很久都不吵架，最多抬抬杠。平时没事干抬抬棒，好抬杠。就好抬杠，就这么简单。吵架很久没吵了，真的好久好久没吵了，好多年没吵了。结婚8年还吵啊？那我还好。打架反正也打，但是也没有讲他，就是他狠打我，那也不会，那没有真那么夸张，他狠打我能打过他。哎，最多我打他，他推我，他把我推开，要不就是，反正也没有，就是讲互相就是打到我鼻青脸肿，没有，但是也打过架，但是也没有讲打的鼻青脸肿啊或者的，那也没有。他今天晚上有事情，今天晚上工地上有事情。发过之前卖的，现在都下架了。我抽搭比较多一点，讲真话，我抽搭会多一点。男的打人一般不会打人嘴巴子，真的。男的打架一般不会，女的打人喜欢打人嘴巴子。男的打人一般很少会打人嘴巴子。我都好久跟他没打架了，真的。我都已经忘记我们两个，反正好久没打架了。没提过离婚，刚结婚的时候好像提过吧，但是也是讲气话，不会真的想跟他离婚。后来我们两个就是约定的，他跟我俩讲，他以后吵架归吵架，大家不准提离婚。然后也没有提过离婚了，这几年都没吵过架，结婚3年都没怎么吵过架。就刚开始结婚的时候，那刚开始结婚那段时间老吵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刚开始结婚那段时间老是吵架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老是吵架。然后后来就不吵了，后来就很吵的好少了，我就好几年没跟他吵架。对，男的喜欢用拳头，女的其实男的很少人家抽人家女的嘴巴的，很少。什么我的美背啊？你说我身上这短裤一能穿到135斤，上面都有标。哎，我的腰痛死了，腰好疼，腰疼的要死。没结婚前在一起住过啊？那不是彼此初恋。没结婚前在一起住的，他在说。我们俩没结婚前在一起住的挺长时间的，然后才结婚的，住有1年多吧，更有年吧，最多一年。拍完了吧，我晚点，等一下下播给你们加吧。我刚开始跟他吵架，我会离家出走，现在吵架不离家出走，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啊，因为这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？老是吵架，然后后面就不吵架了。
房子是你们共同的，你为什么要走呀？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说，他说他不会走的，他说下次要走你自己走，他说我不会走的，因为我会生气，我让他走，他不走，他死咬，他说我死也要死在这个家里，我就是不走，因为我生气我会让他走，我让你走走走滚，让他出去，他不走，我跟你讲再赶他都不会走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不会走的，他呀吵架下次吵架要走你自己走，我不走，他呀我死了我要死在这个家里。他自己家说的，然后后来我想是啊，为什么凭什么我走呢？对不对？这房子是我拥有我一半呀，我为什么要走呢？对不对？哎呦，这才洗头，今天头有点痒到的。房间是四个房间，我会改成了三个房间。他是处女座，我是天秤，我俩是最。就是很不是很合适的一个两个星座居然碰到一起，我觉得我不相信什么星座不星座，他是处女座，胖子是个处女座的男生，处女座的男的，看他平时邋里邋遢，结果还是个处女座。我是天秤座，房子首付是他自己付的，肯定是他们家付啊。首付是他付的呀，首付，你把我跟他结婚，不能还叫我花钱买房子吧？哎呀，我那个腰好痛。房子应该那时候买100万左右吧，然后装修装了40-50万吧，就这样。40多万吧，买好几年了。首付装修钱肯定是他出了。哎妈，我又没问他要彩礼，首付装修钱你还不出，不能让我出啊？你这讲到哪也讲不过去了。妈，我也不至于这么迫不及待嫁给他吧？首付和装修都是他出的，首付装修大概花了有快100万。都是他结婚的时候，结婚前买的，然后写的我的名字。我们那时候还没领证，然后他就直接写我名字了。婚礼也没办，没问他要彩礼，没有问他要彩礼。我那时候刚开始回来的时候。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这边要彩礼啊，但是彩礼不是很多。我那时候没要彩礼，什么原因没要彩礼啊？反正就没要彩礼。我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从那个辞职回来之后，后来不是开店的嘛？我开店的时候，然后我那时候我们俩在谈恋爱，我老公就拿了10万块钱给我开店，然后我出的开店，第一次开店掏了19万吧，反正他拿了10万块钱给我。然后后来结婚的时候就没要，反正结婚就没要彩礼。然后结婚是为什么？房子也当时房子也写的我名字，然后而且是没有结婚的情况下，他房子也写的有时候我名字。我们俩当时房子也没，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证也没领，婚礼也没办，然后他房子写的也是我名字。然后那因为我公公婆婆他们条件不好嘛，然后我就跟我妈他们说，就不要彩礼，然后后来就没有要彩礼。本来是想问他要彩礼的，因为我妹那时候结婚彩礼是20万，然后我姨妈他们就讲，既然都是一家子，既然就是家里人都是，因为我妹是我舅舅家的，我妹结婚是彩礼是20万，然后我姨妈就说，他们要20万，我们也是要20万的。当时是准备讲问胖，就跟胖子讲的，问他要20万的，然后吧，反正很多原因，然后反正我可能也是因为心疼胖子吧，我是因为胖子我才，然后就跟我妈跟我爸他们说的，我就说不要彩礼。房子你那些他付的首付存法律上，不管是不是法律上嘛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意的并不是说什么法律上不法律上，
他是不是真正属于我的意义或怎么样怎么样，知道吗？我在意的不是这个点，是在意一个他人家愿意写你的名字。那有的人他我说真话，有的人他结婚之后他还不愿意写你名字呢，不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吗？我感觉女人有时候想的东西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想的东西很简单，我并不是要求的非要说这个房子属于我或不属于我，我要求的他是心里有我，他是把我放在第一位，你知道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要的点是他把我放在第一位，我在他心里就是第一位，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我并不在意什么法律上与法律上的问题，知道吗？人家法律上为了我说实话，这房子不管怎样都是有我一半的，是吧？知道吗？你后面的房贷包括后面的都是我还的，你不管怎样这房子都是有我一半的。然后后来就讲就不要了，本来是准备问他要彩礼的，要20万。他写的能让我高兴啊，那我说真话，就算他不写我的，这房子还是有为吧，就这么简单。后面的钱是我还的，是我在还，还是有我一半啊，就这么简单呀。你结婚没有欠债。腰痛死啊！他没有把人想的不好，事实上是这样子的，在女双方好像是，反正好像是有是这样讲的，讲是这样讲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也不是在意他非要讲什么名字，但他写的是能让我开心啊，那为什么？而且我说真的，他可能也不会想的那样子，那有的人他结婚的人家还不愿意讲你名字，不也有吗？我腰痛死了。哦，我腰疼死了。哎，你不管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管他好与不好，这个房子都有一半，因为后面几十万是我还的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从我账上出的，就这么简单，怎么样，这个房子都有一半。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，而且当初我们俩协商好了，我跟他讲的，我当初我跟他俩协商好了，我讲万一哪一天有一天我们俩，我跟他当时是这样说的，我讲万一哪一天就是我们两个就走不到最后，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如果是因为原则性的问题，如果我们两个走不到最后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过这个问题了，我说如果是万一有哪一天有这样子的情况，就是在我们俩夫妻发生就原则性的问题上的时候，如果是他的原则性问题，我说你就要，我说这个房子我一分，我跟他讲的，我说这个房子没有你的一半，你就走人。我跟他，我因为我当时跟他俩，我们两个结婚后好像说的，我跟他讲的清清楚楚，我讲如果婚后就是万一到哪一天我们真的走不到那个房子，如果是原则性的问题，也是你净身出户，就这么简单。喂，我的肚子胀死了，不行，我的肚子太胀了，我感觉我吃了一会儿这个蛋，我觉得肚子太胀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为了什么什么东西的，你要讲法律上意义多着的，有什么法律不法律的。哎，我的腰疼死了，我的腰好疼。哎，腰疼的要命，腰太痛了。不受法律保护就不受法律保护就是了，非要抬杠干什么的？
我讲真话，那你们各个，我说真话，你们各个结婚前都做财产公证啊？讲那些，我说真的，讲那些东西，你们就好抬杠，好在这里抬杠，讲那些东西，你们各个结婚前各个做法律公证啊？那你跟你爸跟你妈还做个法律公证呢？可是这个道理啊，非要抬杠，你抬杠，我看你们跟你们老公做法律公证呢。就好抬杠，人家聊天，然后你们就要抬死杠。看男孩女孩哦，是男孩，看过了。不管什么法律意见，法律不法律，反正都有我一半，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都有我一半的东西。就算给他一半又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真要走到那天，万一哪天我们俩感情不好啊，或者什么原因走不到一起去，那我说实话，不管怎样都一人一半，最多不就一人一半了。谁没事干，夫妻在家算这个账啊？